况且呢排成日对我眨眼，唔通佢对我有意思 ？Terry， 哇，佢一定系想同我表白啦，而家点算好呢 ？Terry， 你去边啫？你想点啊？我想你陪我去睇医生咯。医生话啊，好彩我早嚟睇咋，只要有适当嘅治疗咧，就冇乜大碍啦。系啊，眼睛有问题咧，就要尽快睇医生。如果唔系啊，就手尾长啦。梗系啦，睇眼科梗系要揾间有信心嘅医疗中心啊嘛。希玛医疗，明智之选。